NBA 快开打了，这次一定要拿冠军。先别提 NBA 了，那我们要摆摊吗？摆摊？夜市卖蜂蜜柠檬吗？人生短短几个秋。白痴哦，教练说我们今年要参加健康促进课程博览会，展示我们的学习成果啊。惨了，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哎。你这样很母汤哦。刚好队长来了，你听清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福大篮球队队长郑浩伟，这次很开心参加学校举办的健康促进课程博览会，把上课所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大家。这次我们负责的摊位包括：第一站，共健康，远离伤痛与疾病；第二站，当运动伤害找上你，该怎么处理；第三站，探索人体构造的奥秘。老化所扮演的角色。第四站，求得好身体，活百岁。第五站，动一动，平衡身心压力。只要完成两项体验，就可以得到一点，几点拿好礼哦。12月14、15日，五大健康促进热忱博览会，国旗楼一楼大厅等你哦。这样你辛苦了吧？等等再看重播。Thank you.